个大哥呢？啊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哎，你怎么到后面去了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王叔龙加油！老叔，你在那说什么？这首歌我很喜欢。上一周的话，其实我也去了这场录制，就伊斯当时给我的印象，可能说风格就是很像盖哥吧。然后实际这场的话，其实就是给我感觉改变很大，就很喜欢这首歌。然后顺便还有汪苏泷老师，就是你的高音很牛，然后谢谢你的歌陪伴了我6年。啊，谢谢，舒服了哈。